今天是儿子生日啊，跑了几个地方，总算找到了他喜欢的东西，但是他还不知道是什么，这是一个惊喜。来，先给阿姨们看一下，来，已经包好了。看我这个妈，不到正式的时候还就那么回事，这一到儿子正式的时候，那必须得精致哈，弄个小花在上面，等着儿子回来。他三点半下校车，等他回。哎 ，Come on, class. OK， 等着儿子回来吧，等他拆礼物那一刻的惊喜哦。你这是弄的啥呀？这是啊。Come on. 哎，哥哥今天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要给他唱生日歌哈 ，Happy Birthday，OK？OK、okay? okay.。Okay. 我们要给他说 Surprise，OK？OK、okay? okay.。OK， 那好了，那妈妈陪你玩一会儿，等着哥哥放学哈。Baby, I lost it.Happy birthday, 儿子 Welcome to home. Okay. 这是什么呀？啊，这是昨天去超市买的，拿学校跟小朋友们一起分享的。Hey, Barry, we got you present. 他现在还没有看到他的礼物。我跟他说一下，妈妈去厨房，在那个桌子上。你给妈妈倒点水呗，儿子。OK。谢谢。哇 ！What is it？Oh my gosh！ 这什么，儿子 ？Happy birthday to you。Is it? Can I open it? Yeah。Can I really? Yeah！ 这是妈妈给你买的生日礼物。等不及啦！Please come！ 哎呀 ，Happy 呱呱！妈妈知道你从小就有一个愿望，你说长大了要做警察，是不是？所以妈妈就给你买了一辆警车，然后希望你可以喜欢。所以妈妈希望你可以。健健康康的长大，然后实现你自己的愿望。你是妈妈的宝贝儿子，你十岁了，知道吗，乖乖？妈妈就想起来生你的那一天，然后再想起今天，你看你都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，妈妈都不敢相信你十岁了。今天妈妈去超市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给你买玩具的时候，我想起你十岁了，妈妈还在流眼泪，妈妈都不敢相信。You're 10 years old. 妈妈就希望你健健康康的，好不好？嗯哼。嗯，妈妈希望你可以为你的理想去奋斗，在将来的某一天 ，You can be a police officer. I love you. 嗯哼。I love you too. I love you. Happy birthday, my 哥三。嗯嗯。带儿子去庆祝生日。是吧，儿子？去带他吃什么啊？他爹地刚才他俩在那儿说的。好，很快就到了哈。我们到了，这就是儿子选择的地方。哎呀，我的小帅哥呀！每次开门的都是你，乖乖，谢谢 ，Happy Birthday again。这么高这个楼梯，我穿个高跟鞋来。这边可以吃东西。这边就是吃完饭，然后小孩们在这玩。哎呀，我儿子从小就喜欢这种地方。吃的来了，这个叫什么？酸黄瓜炸的，蛮好吃的。儿子在给奶奶打电话呢，奶奶不舒服，有点感冒了，要宝宝娘。我的餐来了，我点的三文鱼，还有蔬菜。这个是什么？意大利的面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就是意大利一种面，这个是鸡翅，甜酸的鸡翅，儿子点的，小宝宝妞的，儿子就是喜欢吃披萨，开心了，开心了，开心了。哎呀，妈妈要给你 another present， 好，你给我包给我。好了，另外一个礼物，今天是你十岁生日，打开看一下。妈妈曾经告诉过你。你七岁生日700，八岁生日800，十岁生日就是1000。
妈妈希望你从小都有自己掌控经济的能力。开心吧，儿子。跟他爸一样，看到什么都很淡定，没有特别惊喜的表现哈。吃吧吃吧，先吃饭吧。吃饱了，来带着这个小帅哥开始玩他喜欢的这个游戏。哎呀，这个看着好好玩，好多鱼，就是孩子们喜欢玩这些。小宝宝妞儿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儿子已经 N 次了，爸爸也陪着儿子一起玩，这父子三个人都上了。这个妈儿有的这个车从小就是儿子的特长，他小的时候在家就喜欢玩这个游戏。宝宝妞也可上进了，看小宝宝妞开的也很好。咦，你看看他这么小点的都不知道懂得怎么开车，看他有表情很专注。你看，耶耶，哎呀，这你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，数不胜数，大的小的，小孩玩的，大人玩的，妈呀，我都花眼了。这一会终于到家了，妈呀，在那儿玩了2个多小时3个小时，手机也没有电了，充电宝也忘了拿了，现在都快11点了，赶快洗洗澡，喝点我的红参，然后养气血。这个睡眠不好的可以多喝红参哈，气血不足的也可以多喝红参哈，比如说面色发黄的哈，也可以多喝红参哈，一天1到2条。有点这个苦苦的，甜甜的，味道蛮好的，我喜欢这个味道。这睡眠好，好了，也废话不多说了。今天晚上你们的8点，然后呢9点左右哈，我在抖音上直播，记得来我直播间哈，抖音搜索安贤姐姐一家在美国。祝朋友们开心快乐每一天。看我这个头发都没型了，已经这一会儿。好，拜拜。